啊不不，那个 黑色军库里面打的吗？跟那个打击任务一样的吗？你打普通打不出来的，你要打那个任务才打得到的。算了，我又不差那个东西，没有东西给我。那有没有奖励给我？就是给那几条虫哎呀。这样啊，放弃了先这个无人机。就是没有那个机枪，妈，不然解完了那个玄奘的挑战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米达图表，在不全装上。那你不开，我们开不到了，搞难修。宝箱啊！妈，你开呀！我走过去拿才拿到，刚刚一直按开开不到，丢你那些。
喂。嘣！呢啲东西真系俾啲新意嚟得冇嘅。I'm showing a fallen containment cell inbound near our current position. 清楚了什么？要去接那个悬赏是吗？你要去那个蜘蛛王那边接，这个是蜘蛛王的悬赏来了，不是打这个，这个是公共事件，他们写悬赏，我叫你看清楚了，有没有悬赏？没有写悬赏，喂喂，你看写清楚，你看清楚他写。完成公啊、不法之徒悬赏，后面最后那两个字。啊！
又要等这边的公共事件出现才能再打过，对没有？就这一个咯，因为你看他地传他们是写什么什么高安嘛，啊啊，高地嘛，就是你，你按 M 地图上面写的嘛，是这个地方。刚刚打了，好像没有这么快出来了。去打别的了，是这样简单。去打，时间进行中，来得及过去搞，看下先 ，Go Go Go！ 好嘞，下面打左边。这里来一个，里面那边。那个在里面里面的，还有一个分钟对不对？天上掉下来的，哎，等我飞车回去先。啊，哇！哎，哎，去翻一下。来好吗你？快挂了这条。在。还有三分之二的血。是坐着英雄，后面那边有一个高架，我来的时候看到。英雄事件完成，这里有一个，我该来这个，
个魔力干掉。哎，高价值目标是叫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应该是在后面的。你那边有显示没有？高价值即将进去。有，但是我可以高举的。高价值目标应该会跟他们耗一击。哇，你那把枪适合我用。怎么？紫色的吗？虚空的。好用啊，这把其实我觉得。因为但是射死啊。我就是虚空的嘛。我用紫色那个、啊，他拿这个枪有 extra damage 的，应该是。好用啊，这把其实是他们讲这个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你是玩火的，你拿火枪，我不知道听他们是这样讲啊，我不清楚，我还没真正搞清楚。没有公共事件呢，这里。等呢。整个马瓦奇都没有出来哦，下面呢也是没有哎，哪里？其他地方看一下先，哎，可以可以。那你要自己等这个视角不？不该了，还快了，打完上面那个应该会出来。还有四分钟啊，你在等呢，爹。不然要去哪里？随便找个东西打就好了，打这种小怪是没有用的。哎，高价值的东西出来了。原来是自己炸死自己的。我还以为阿弟没有关系的。会炸死自己的。走，继续去找高价值的东西来打。他天上掉下来的不用找了，是你要遇到他而已。
价值直接在我手上拎掉了，拎下来。你很扯搞笑啊，有时高价值。你打到拉西的时候他直接拎走不见了。我打到半条血的时候拎不不飞下来了。那今天我更搞笑啊，妈打到身身拉西，你知道真的是拉西。直接不见了。Shipment of new monarchy contraband is making its way through the shore. I hear they're outside to knock it off. Find out what's in store. 调查我这个。离开了这个调查。我以为我打中这个东西，显示海岸的，你开的哦喂，随便捡的吗？通常是打地上有一掉一粒粒东西的吗？现在是捡是什么鬼？里面打这东西就没有了，丢啊六七了哦。又不能飞哦。这回来，电力崩溃吗？不能电力崩。
I'm showing a fallen containment cell inbound near our current position. Sniper 吗？上面。有血，你不走，走你。你不走，你不走，你不走。哇 ，What the fuck？ 什么海啊？自爆要求，难怪我一死。可以了没有？回去交悬赏金。哎，又有怪兽，又有怪兽哎！任务就搞定了啦。
谁功劳啊？上回你做了是吧？还没有啊，但是我丢桥了。刚才在讲什么东西？什利维坦突袭怎样玩？要六个人，要等买我朋友那一班呢。消灭赫拉盆地中邪魔族，赫拉斯盆地中。北岸事件。什么？黑暗事件在。Scorn of preparing another disgusting ritual in your center.
给他奴才啊，我的。这直接天掉下来，他妈被人打呀！白送啊！全部垃圾，今天没有一件好的。我都跟你讲，我也没有一件好，我打一天。应该讲没有一件能看的。那打热没有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啊，打热。要就直接打打技啊那种，打热都没有什么挑战那类的。打击要回去跳舞。我回地区，哎，搞他，嗯，放个东西，解解弹还打了。